你好，这里是 SIM 卡认证 WiFi 漫游。那么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Connection Member， 这里大概有10个国家，亚洲10个国家的10个成员国。那么我们根据 SIM 卡的认证信息，就可以成功连接海外的一种 WiFi 漫游。那么我们国内的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 USIM 卡，可以成功连接 KT 以及 Docomo 以及这个成员国内的任何一种网络。那么这边呢，就是基于USIM 卡认证信息 WiFi 漫游之后的一个基于下一代的热点的全球漫游无线网的一个服务。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根据通过世界上最早认证的 SIM 卡的认证和自动连接的一个国际 WiFi 的漫游。这里呢，我们这个组织就叫 WBA， 这里成员大概有100多个通信运营商。我们就可以连接 WiFi 的时候呢，不需要选择我们想要连接的某一个 AP， 而是打开我们终端的 WiFi 之后呢，它可以自动连接，进行一种 WiFi 的漫游服务。谢谢。